喂，妈。Lisa， 妈想问你，那天我要大舅的侄子的表哥的朋友介绍的那个男生怎么样？你喜不喜欢啊？那个男生。搞什么东西啊？你智障吗？知不知道你撞到人啊？哑巴、啊。不会道歉的、啊。喂，妈，那边有人在吵架，不好意思。哦，那个男生我觉得很不错，我刚好今天跟他有约。嗯，就是等一下。好，那我看怎么样再跟你说。好，拜拜。抱歉，我会迟到一下。帮我点杯冰美，谢谢。欢迎光临。喂，我是你的助教，对我有礼貌一点好不好？亲爱的助教，请问你今天想喝点什么呢？一杯冰美式，一杯冰牛奶，谢谢。厕所在哪？先生您好，几位呢？两位。两位，那沙发区先请。稍后帮你点餐。哎，搞什么东西啊？不会道歉。救我！不要！拜托你了，我不想以后被家暴。啊！拜托！谢啦。哎，等一下。干嘛？牛奶95。哎，我一口都没有喝哎。那你进去喝啊。喂。一把，不用找了。谢啦，下次再来哦。